学弟有时候不讲我耶。然后我就同事们说，哎、欸，你新开的装做的都比不错，那你干的都可以。我说，那你到底要怎样？要躺着洗啊？那怎么办？我夹不惯，那就躺着。后来发现我做完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我们问华那么多修车厂，花超多的，我利用比例写嘛，写一些。然后还有，哇，那一开开始只加了一把，他后面他妈超过五个，都修得来，可以正常的状况。而且都很那个，很低，牙齿断掉一样。他的
是这样吗？他是这样子做的，我做，所以你比较懂得，哎，他们工作，
他是超，他是超人演员，超级大，比较大，面积比较大。对啊，这个他讲跑步跑的。啊，谁的是主角？然后剩下的人，谁的是我？然后对决开始就塞。谁的是我觉得？那你弟弟没说是谁？超美啊！后一个。哥说。Yeah.